Lucas 正在缠着我给他买玩具，但是我今天不能买，因为前两天刚给他买过一个特别大的车，里面有8个小汽车，对不对 Lucas？ 你忘记了？我坐的火车。火车可以坐，但是今天不买玩具了，好吗？我看那个吧。No。妈妈。不可以，今天不可以。我要坐这火车了。待会我带你坐火车，但是今天不能买玩具了，好吗？决定今天不再给他买玩具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当他这些玩具都显得唾手可得的时候，那么他获得这些玩具所带来的快乐也会被剥夺，他已经不会那么的激动了，当他拥有一件新玩具的时候。作为父母，我们都想给孩子最好的，最多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多就是少，你给予就是在剥夺，所以我也在反思，我过去给他买了太多太多的玩具，他只要要我就给他，从来没有拒绝过他。但是他现在在拿到新玩具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像第一次的时候那么的快乐，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。